大家好，我是郭鹏。飞飞桑空飞，我是龚俊。今天呢，我们台下也是有两位 GQ 实验室的95后的实习生小编，他们也跃跃欲试，想来体验一下。来，请上台。读的也太烂了，溜了，只好和嘉宾取取经。有时候你得想象，你比如说眼前没有东西的话，你得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把它想象成前面有事物。展示一下坚定的眼神。坚定的眼神啊，那我看摄像机。对，可以吗？好像学会了呢，该去大显身手了。预备起，一生只够爱一次。听说 GQ 实验室有个特别爱出难题的老板和好惨的一群实习生，好惨的实习生，一群特别惨的实习生，好惨好惨。